Lords Battle Royale 是一款近未来题材的策略塔防游戏。两名玩家要在三分钟内进行一场激烈的攻防战，摧毁对手的基地，或是得到较高分数的一方获胜。战场中要消耗 Hex Bit 来使用部队卡片，但时间经过一半之后，就可以派出能力非常强大的英雄角色，作为扭转战局的杀手锏。觉得部队战力不够的话，就来基地吧。升级基地设施可以强化对应的部队卡片，也可以建造新的设施，增加可以使用的卡片种类。因为每次出战最多只能装备八张卡片，所以玩家们在决定好新牌组之后，可以到练习模式里测试看看牌组的威力哦。